雪佛莱科尔维特电动汽车亮相了，动感十足的前脸，经典折痕式水平腰线，让跑车发烧友心脏颤抖的大尾翼。科尔维特翼锐的整体设计更加流畅前卫，驾驶起来的感觉也更加平稳。这是迄今为止最快的一款科尔维特跑车，百公里加速只要 2.5 秒。是的，科尔维特翼锐只需要短短 2.5 秒就可以从零加速到100公里每小时，而从静止起跑只要10秒就会冲到400米以外。科尔维特翼锐其实是混合动力，同时也是首款采取四轮驱动的科尔维特车型，前轮的力量来自电池，后轮则由传统内燃机驱动，均衡了环保和速度的双重需求。It's a pretty elegant solution that a few automakers have taken, and this is going to propel the Corvette to a new set of markets. 科尔维特1953年首次上市，历经70年，不断更新的车款以卓越的操控性能著称，堪称美国国宝级的跑车。2024版的科尔维特翼锐预计今年上市，零售价从$104,000起步，由通用汽车位于肯塔基州的鲍林格林工厂生产。新唐电视台记者任浩综合报道。